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山，今天教大家徒手爬上加油站的技巧。机场桥附近的加油站大家都不陌生，每次堵桥都会发生激烈的战斗。但是呢，加油站的掩体又比较少，遇到高手就会导致全员成河。所以有些玩家就将目光放在了加油站的房顶。之前也有方法落在加油站的房顶，就是用摩托飞上去。不仅麻烦还特别难啊。今天教你们一个简单点的方法，跳上加油站的窗口处，脚趾对准木门，切换第三视角，对准木门的左上角跳。这次是个小小的意外。你放屁！但是啊，不碍事，再来一遍。别说了，为了跳上来还挺不容易的。经过这么多次的失败，我找到了诀窍：翻窗的时候，人物要处在人物稍微动一下就会落地去的距离，就刚刚好。剩下的就简单了，人物尽量和窗户距离较近一些。然后转身，触发两次攀爬。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。我是大山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